我是影评人杨元林，《红帆》是一部内行可以看门道，外行可以看热闹的超级无敌娱乐爽片。整个街都冇人，真系剩翻我哋个乌蝇仔，唔知有啲咩事发生。香港草根导演陈果暌违十年，推出《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帆》。红帆的这个乘客，真的就是承载了香港各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物，彼此不相识的人，然后坐上这小巴，最后穿过狮子山隧道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不见。导演陈果拍片在地政治隐喻依旧犀利，对于当下的社会批判。然后香港的精神在哪里？面对了大陆中央政权，或者是新移民啊、陆客啊，我们在反服贸，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啊。异想世界本周推荐电影《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帆》，带你看见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。8月15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